大家好，我是二丫，今天带西西去参加一个活动啊。贝莱伟，走吧，走了，坐好啊。现在已经到了，等会儿，对吧，西西？到了，再等会儿，因为是银行的一个活动，说是让孩子体验银行工作，认识人民币，我感觉也挺好的，所以就带着孩子来了。小西西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因为里边看到里面有粘土，哈哈哈。好，都进去了。要进去啊，要不要进去？扫下二维码。走。不是扫下健康码。啊，好。走，快走。走吧。接下来就教大家识别什么是人民币，好不好？好。拿这一张5块钱，能换几张1块钱啊？五个，真的。西西做的手工。走走走。捏的这个是眉毛还是什么？捏的这是什么？嘴巴呀。那你放上去吧，嘴巴应该是个圆的。我们这次2个颜色，行吗？先两个颜色，行吗？贴不下了。这边往这边挨着这个头这边放，好了。好了，真漂亮。这个耳朵啥呀？真漂亮。你画的真漂亮。哈哈。哦，子邪，你好漂亮啊！到家了，走吧。走。把钥匙给老姨放家里，然后把弟弟抱过去。你能啊？来，切叫妈妈。慢点，慢点。回来了。喊老姨来呗，花谢提手。哎，花谢，花谢。这个啥样啊？啥样？看黑夜画这个好看呗。这是黑夜画的，这是个小印儿。做的手工。挺高铁啊，都是一个这个。哦，人家这个是，人家都做，然后到那儿屏蔽了，都是，表现好的了，再还有一个毛绒玩具。哦，是啊。嗯。这个门做的还都是大印房。人家有的是大印房、妈妈房，黑要做；有的人家洗衣这是自己做的，完全都是自己做的。挺好看。所以黑要这个没有屏了，知道了？人家有个屏了，还有个毛绒玩具。是啊，还发了一根香蕉。哇，还发了一根香蕉，一根香蕉。哇，还有一根铅笔，都是男孩的，都是男孩的部分，男孩没事的。没事，你不用了，把给喝上。还有个这个粉丝，哦，是不是要吃香蕉了？不知道。你要在？人家回答问题，回答这个问题，将来一根。真山他为圆柱背的啊，谢谢呀。哎呀，西西还挺真吧，西西，洗手来呗。洗手，这别的是人家做手工的粘土剩的，就拿回来。还有这个火腿肠，哎呦，别的也是，别的没了，别的也是压这个
那样都得给伊买双粉鞋了。那洗衣就惦记伊的，你不也惦记洗衣的？领导给你领便当。洗衣吃吧，我不吃。给我得吃八块儿，去吧。我身上都快推杠了。你俩光推杠了，你。给你，你吃八块儿。你吃八块儿给。别打你。对，你俩没了，你吃吧。嗯。